不跟我说话，我就是不打算跟你说话了。周柯宇啊，印象非常深，长得很有形象啊，那个五官，那个身高，小嘴唇微微往上翘，眼神中透露的一丝年少不羁，哎呀，特别好。就是他，就是长在我的审美上了，我觉得真的很帅。但是特别奇怪，周柯宇就是一个不认识之前特别高冷，然后认识之后就是一个小弟弟。当天啊，就不苟言笑。你说哪里特别不苟言笑？全程吗？哇哦！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爱调度 reaction 的，我情绪没那么，就即便很高昂，我不会那个特别澎湃。为啥？最主要是因为害羞。干嘛非要问这种问题？有请下一组学员。他们啊，加油！帅，状态拿出来，加油加油！状态拿出来，这气势，这是要炸掉这个舞台啊 ！All right, let's check this out, man. Yeah, they said they were confident, though. I know, I heard. 那你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给他们上麦。一次来这么多人。Hello, 有跟嘉行新月后场间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吗？我感觉被安排了。就又想起我们之前结下的梁子。我们不会白来，带了些礼物，打开你们的问题。哇，这个好猛。跳蛙叽叽蛙。你觉得你们成团的概率有多少？有多大把握全体成团？哎，先问一下，这是谁提的问题啊？创造营2019，哇唧唧哇来了六个男生，有五个男生出道了，就是这个概率，我觉得就是前所未有的。然后今年哇唧唧哇来了三个学员，我不知道。你们有没有把握能够维持你们当时的战绩？哦，战火，这伟龙总，因为我也预料到了，可能我们会被碰瓷。我有点懵，你知道吧？当时，挖机计划，跟我挖机娱乐有什么关系？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明天见。好。我们嘉行新月这次也是有备而来，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觉得他很勇敢啊，我一定要跟他成为朋友，我很看好他。你看好的那个人叫什么？他是嘉行新锐的，是吧？我忘了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嘉行新月学员组合 A 加新生。挖机娱乐学员组合银河少年队。厉害的来了。Big company,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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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g company。昨天说明天见，现在我们舞台见。刚刚说舞台见，那么现在瞧好了。OK, 好凶啊，完了要 battle 了。没有必要吧，没必要这样吧。不，他们能 battle 啥呀？首先我们可能专业都不对口。请看着你们的首秀表演。
转型又帅到我，我给他投。吉他负责节奏，优雅。低音琴负责贝斯，然后大提琴负责旋律。太有气质了，潇洒。哇唧唧哇的学员们其实让我有点哇哦。如果放到别的地方去，他们的表演是挺好的，出彩的。哇，剧组好棒，很炸，很专业，人家 ending pose 打得这么好，就是好帅啊，就可以。你有哪个想加试的吗？要 Q 就 Q 最强的。OK， 我想看一下柯宇。好的，加油弟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好高。腿好长。老师，我的歌曲名叫 Closer。 Let's go。 哇，好帅啊。这么高个儿跳舞都能这么好，又帅又强。That's my boy. That's my boy, man. That's my boy.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他是1.88米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你的。哦，你只有18岁吗？哦，我是2002年的。你的家长给你吃了葱吗？你长那么高？没有，我父亲比较高。养他太厉害了，他家长给他吃了什么？我也想问问。You guys are good. You guys are really good. The only critique that I have is that you guys are dancing and working too hard. So try to relax. Understood. Thank you. Thank you, teacher. No problem. 谢老师，谢谢。银河少年队，刚才那个节目是乐器站在了你们的前面，所以其实我们是想看到你们的唱跳。好的，没问题。
大公司的 battle， 哇，太刺激了！以客观的角度来评定啊，哇唧唧哇学员，他们其实就是比的一种拼搏的精神。我想问一下，都是熟人，我就直接说了，你们最想要的是哪个位置？来创造营的话，我不要脸啊，我就说，我觉得第七名挺适合我的，因为照往年的例子来说，第七名都姓张嘛，我正好我就赶巧上，我也姓张了。那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姓张的？有，这有，你对手不少。好，那接下来请为银河少年队撑腰。张家元，我觉得组合里需要一个这样的性格有趣的人。你们好像也能摁的。嗯。摁了 OK 人家摁分是人家自己的想法。家园，你可以，都是队友嘛，就哎。请问 A 加新生撑腰。ダニエルは人前に立つオーラがすごいあって、で歌もダンスもすごい素敵だから。真的很帅，个子也很高，古代将军都动了心。宣布开始撑腰，我也没敢往上看，只是听到底下就有人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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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基本上全亮了。那一刻我觉得很感动，即便我们素未相识，你还是愿意认可我的表演，就是很感动，非常感动。谢谢。从小都不协调，很棒，加油！这个撑腰的赛事更像是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，比如像别人身上他的唱功、他的舞蹈，我去为他撑腰，那你自己欠缺这些吗？欠缺你就去补，你也要去努力争取到别人为你的撑腰。哎，有机会一起。哦，对，我想和你一起演。我们组队。可以。OK。周柯宇，我个人非常欣赏他，希望跟他做好朋友的。因为他是我想要做好朋友那种类型，但是今天的表演的话，跳舞边跳边唱歌的时候，他麦会拿不稳，会老是晃，导致我根本没听清楚他在唱什么。果粒超有料，喝纯。